你们让我们很是吃惊，没想到连神域界的事情都知道。三道影子感到微微吃惊，他们也很是不解诸神万界的人是怎么知道的，不知你们是如何知晓神界域世界以及七大神族的事情。可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就算你们知道了，对你们来说也见不得是一件好事。亡灵神族你们听说说过吗？三道影子试探性地问道。他们的确是七大神族之一的神秘存在亡灵神族，听到这几个字显然众人都不清楚，五瑶和苏佑威也是如此，他们只知道有七大神族这么一个传闻，但具体是哪七大神族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七大神族乃是天古浩劫之前的神族势力，他们的底蕴和实力都是在大宙中最顶尖的存在，在当年不仅是神界域世界达到鼎盛，就连九大界中的任何一道神势力还是超神势力都是极其可怕的存在。当时九大界也有诸多的高阶天位神、巅峰天位神，甚至就连主神都存在，但这一切的变故都是在天古浩劫之后导致无数神奇强者纷纷陨落，其中就包括诸多的主神。主神乃是大宙的最高境界，只要哪一方神势力和超神势力中有主神坐镇，那么就是可以轻易统治一方大世界的存在。主神之威，那可是连天位神都得跪拜臣服亡灵神族。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在千万年前的那一场毁灭级的天古浩劫中，你们七大神族似乎也受到了重创，连整个神界域世界都受到了严重的毁灭程度。不知如今的神界域，五瑶、苏佑威二女也是将此前周元告诉他们的事情一一讲了出来，因为只有那位元尊才知晓关于神界域的种种信息，毕竟他乃是进入过神藏的人，不仅获得了大道机缘，更是让他知晓了诸多有关于整个大宙世界的信息，其中就包括神界域的信息。而且那一场毁灭级的天古浩劫几乎是大宙诞生以来让万物神灵都是感到最为绝望的浩劫，面对那些存在无数主神全力以赴都不能彻底的铲除宙外入侵者，但至于为什么会有如今和平的大宙，谁也不知道答案。或许神界域的七大神族可能知晓，毕竟他们可都是存在于天古纪元时期的神灵们，你们怎么知道的？三道影子终于是有些动摇起来，因为这个事情只有七大神族以及当年参与天古浩劫存活下来的神奇才知晓，可他们根本不是神界域以及是天古纪元时期的人啊，为何会知晓那么多？另一处的天龙大神君其面色也是有些惊异起来，因为关于神界域的七大神族之事连他都不知道，甚至他根本没有听过神界域，也没有从阁主大人以及九大副盟主大人口中提及。为何神元宫的这两位主母知道的这么一清二楚？难道神元宫掌握到了更多关于大宙的信息？一直以为大宙不过九大界，没想到在九界之上还有一个神秘的神界域世界，而且还有七大神族坐镇其中，这简直令平日里资历极高的天龙大神君都感到惊骇。神元宫能够抗衡神奇联盟的确不简单，看来一切都不能看表面啊。先不说神元宫的总和底蕴怎么样，那位元尊一人便可占我们九大神君、阁主大人、九大副盟主大人，如今又掌握了比神奇联盟更多的信息，倒是之前小看了神元宫天龙大神君，心里暗自嘀咕道。不过想起这一次的任务，他也自然释怀了，只要这个东西出来，那么他也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资源，甚至可以一举突破天位桎梏，迈入那拥有大宙道法的半道神领域。我们如何晓得的这些信息？你们也不用知道，不过这石碑你们不能拿走，就算是你们的东西也不行。五瑶的声音变得异常的冷厉起来，而且一股可怕的气势也是随之暴涨。面对五瑶这般话语，三道影子倒是感到一丝诧异，然后沉声道，我们来此就是找到此物，不然我们来的意义是什么？照你这么说，你们是想要阻止我们了？苏佑威这时接过话说道，这也是我们来万界圣子之地的目的，为的就是这蓝色石碑不能被你们带离此处。这倒是激起了三道影子的兴趣，看来对方还真的不让他们夺取神玉碑，不成这神玉碑对我们很重要，如果你们今日阻止，那么我们也不建议杀害九大界的神灵，所以生与死就在你们的一念之间。三道影子说出去的话倒是念念有词，不过他们也没有说错，而且以他们的实力恐怕在场的任何一人都不是其对手，就算是联手出击都没有那个实力击败他们，甚至他们其中一道影子就能够将在场的所有人给击杀，这就是半道神中阶的可怕，每一阶之间的实力可都是萤火皓月之差，生与死是不是掌握你们的手中恐怕并不是你们说了算，如果这神玉碑被你们带走，你们可知这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整个东周之地的万物神灵都会被消灭，你觉得我们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夺走此物吗？五瑶和苏佑威严肃地开口道，他们作为神元宫的主母自然是有责任，毕竟势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就算这东周之地不是他们神元宫所管辖的，也不会眼睁睁地在他们眼前消失。三道影子扫视了这一片万界圣子之地，然后一脸无奈，待得无奈过后，他们的气息也是不断地弥漫而出，因为他们准备要与阻止他们的神奇强者决一死战。没办法，这神玉碑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诸神万界的神灵，不好意思了，这神玉碑我们要定了。随着他们的声音落下，天地间仿佛都开始动荡起来，甚至可以感觉到天地间有着一丝道法开始朝着他们汇聚而来，只要他们愿意，这些道法的力量能够轻易的击杀天位神，所以现在的局面对于九大界的神灵来说
还是非常的被动，在这片战场上气氛骤然凝重。武瑶与苏佑微面色也是凝重了一丝，他们的目光如炬，紧盯着面前的三道影子。毕竟眼前的三道影子可不是寻常对手，半道神的力量可不是所谓的天位神能够抵抗神元宫的小龙与寒吞吞。三人见状也是立马来到了武瑶苏佑微的身边，体内的气运之力似火山蓄势待发，周身散发出淡淡光泽，充斥着天地之间，仿佛可以窥探未来之事一般，非常的特殊。你们的气运之力非凡，但上有瑕疵，并不是完美的气运之力。三道影子如同幽魂般吐出冰冷的话语，随即他们的亡灵之力汇聚而成的阴冷能量波犹如实质般弥漫开来，战斗一触即发。武瑶手中的长剑微微颤动，仿佛感受到了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苏佑微双眸中闪过一丝坚定，他知道这一刻不容有失，一旦神域碑被对方夺取，那么整个东周之地中的万物神灵全部会被消灭，这样的毁灭之事绝对不能让其发生。你们是诸神万界的神元宫之人是吧？今日我便让你们知道，神族的力量可不是你们抗衡的存在。你们准备好迎接最后的审判了吗？三道影子低沉的声音回荡在空气中，仿佛来自深渊的呼唤。突然间，三道影子竟是率先出手，而且他们出手并不是一人出手，都是同时出手，一人都难以抵抗。三人同时出手，那简直就是碾压呀！那三道影子化为一道道紫色的光芒，直冲神元宫五人而去。空气中传来阵阵破风之声，亡灵之力所过之处，花草树木万物皆枯，生机被瞬间抽离。这一幕让众神奇强者看到了表情大惊失色，半道神的力量就算是神元宫的人也无法抵抗，除非是那位公主亲自过来，不然就算我们全部的人联手也不会是其对手乾坤岛的变纳出生道。而且他的人更是面露惊恐，准备想要逃离此处，因为一旦神域卑卑夺取，那么他们也都会随着东周之地消失而陨落。然后急忙地对着变纳道，变纳姐，我们快走吧，离开万界圣子之地，离开东周之地，这里太危险了，就算成为万界圣子恐怕也得死在这里了。变纳也是陷入沉默，他的人说的没有错，如今这个局面他们这里的人根本无法有战胜三位半道神的实力，所以从客观来讲他们离开这里也是对的。但是变纳可不是忘恩负义之人，之前要不是萧炎的帮忙，他们乾坤岛的所有人恐怕早已经出局，更不会获得一些稀有的天地宝物，而现在竟然还想要逃离此处。变纳的表情变得有些纠结，但是片刻之后还是冷静了下来道，你们先回去吧，毕竟萧炎他们还在这里，如果待会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萧炎他们肯定也会很危险，到时候我会利用乾坤秘法让他们至少可以保住一条命。刚刚那些想要逃离此处的乾坤岛几人见变纳执意留在此处，他们也不好意思先走，这一次岛主大人派他们过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对的就是争夺万界圣子之名，如果争取不了那么就去夺得天地宝物，而且万界圣子之地的天地宝物都是外面极其稀有的存在，所以他们就算最后无法参与万界圣子之名的争夺战，至少也可以从中获得了不少的天地宝物。但是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看出了他们的这位变纳姐似乎专门对那个叫萧炎的人有些不同寻常。变纳姐，你不会喜欢那位萧炎吧？此时也不知道是谁说了这么一句，令得变纳神色慌张，有些心虚的轻咳一声道，你们在说什么啊？萧炎他这么优秀，肯定有很多貌美女子追，而且人家的天赋和实力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恐怕人家还看不上我呢。但是此话一出，乾坤岛的众人也没有说话，而是每个人都神色各异的看着变纳，令得后者的脸颊有些不易察觉的微红起来。也记在这时，神元宫的那五人与三道影子的对决也是进入了极其激烈的阶段。五妖苏佑威、小龙与韩吞吞五人散发出特殊的气运之力，在与拥有半道神实力的三道影子对战下不退反进，气运之力在体内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形成了一道道璀璨的光柱，与亡灵之力不断的撞击在一起，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同时这也让的三道影子感到有些骇然，仅仅只是天位神的实力竟然就具有着气运之力加身，看来这五人的来历也不简单。双方之间神力不断的撞击，每一次的撞击都是爆发出绝对的恐怖热浪，这一次他们五人几乎是拼了命的去阻止三道影子夺取神域碑，所爆发出来的气运之力比起之前会更加的强大，一丝不完美的气运之力也有其独特的光芒与强大的力量。武瑶、苏佑威这两位主母嘴角勾起一抹决绝之色，手中的武器绽放出耀眼的各色之光，迎向了那似乎能吞噬一切的生机的亡灵之力。气运之力与亡灵之力的交织碰撞正在众神奇强者的面前悄然的上演，并且这是一场关乎命运与生死的较量，气运之力真是强大不简单啊，竟然能够让神元宫的主母和小勇兄与韩姐吞吞前辈的实力得到短暂的提升，与那三道影子进行抗衡。萧炎一脸平静，虽然外表很平静，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有些忐忑，因为这三道影子的手段他可以见识过的，自己施展出这么多的底牌也无法击败他们，这一次算是他所遇到的最强大对手之一了。亡灵夺魄，一道空灵之声响起，紧接着便是可以看到在一个巨大的魂体凝聚成型，仅仅看瞄一眼
自身的神魂就感觉要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抽离而出，甚至将神魂的生机被吞噬进入。那么一旦神魂的生机被吞噬进去，就会瞬间陨落，这就是亡灵夺魄的可怕之处。为了能够夺取到神玉杯，三道影子直接施展出了他们的必杀技。